哇，这里都没有银行，那我就要盖一间银行赚大钱，嘿嘿嘿嘿嘿。哇，好大的银行哦！听说这个老板有一张超厉害的文凭，把钱存在这里准。没错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幸好没人发现我的假文凭，用这个假文凭赚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花得完呀？啊啊啊！那间银行看起来有很多钱，兄弟们，我们去抢吧！耶！耶耶！这下我们发大财了！耶！柯博文回想到昨天经过一个破旧村庄，里面有好多挨饿的人。好饿！昨天经过的村庄好破旧，他们好可怜哦。不然我们拿钱去帮助他们吧。好耶！好耶！好耶！衣服又破了，破掉还好，我根本没有钱买衣服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好多钱哦！哇，天上掉下来的！他们这么高兴真好，原来做好事帮助别人的感觉这么好。我们去自首吧。